小朋友，欢迎来到 I Love Chinese Mandarin Class， 欢迎来到我爱中文课。林老师，好久都没看见你了，看见你的小眼睛，看见你的小鼻子，看见你的小嘴巴，还有小耳朵。小朋友你好吗？林老师好想你，好久没看见你了，今天就专心的打开你的小耳朵，跟林老师一起来学中文吧。今天我们要学一个很棒的字哦，林老师去拿我的小 worksheet book 过来，你有也可以拿出来哦。嘿，小朋友拿出你的 worksheet booklet， 哇，你看这里有三个字哦，这些字应该小小老师都教过了吧？这是好、生、生日的生。今天林老师要教你不，不听起来是不是跟 peekaboo 很像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的意思是 no。好，拿出你的小手，跟林老师一起说 no。那我们来讲中文的，我们一起来说不。这次用非常非常可能会把房子的都给震动的大声音说，好不好？一起来，林老师准备咯，一二三，不。哇，林老师的房子哦，还好没有掉下来。这就是 no 的意思。来，跟林老师拿你的小手指，我们一起来写笔画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不，再一次，噔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不。很棒啊，你看小熊一直在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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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不不不不。你是不是也很喜欢说不呢？嗯，今天老师讲一个小鸡妙妙的故事，他好喜欢说不不不。哎哎哎，是雷秋，雷秋你不是要帮我上课吗？雷秋在哪里？竟然看到一个小兔子在家里，我最想吃小兔子了，我现在要去叫它开门。小兔子，开门开门，我是老虎，我要把你吃掉。什么？是老虎要把我吃掉？哼！不，不开门。那我再想想办法。
我最喜欢吃小兔子，今天一定要把它吃掉。嘿嘿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小兔子，我是你的妈妈。哈哈哈哈，我要回家把你吃掉了。小兔子，这次怎么办？我想一想，哈哈，我知道了，我要把我的声音再改变得温柔一点，嘿嘿嘿嘿嘿。哦，小兔子，我是妈妈，快点开门，我回来了。只可以吃红萝卜，哈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老虎要骗我，假装成妈妈。哼，我才不开门！哈！不，不开门！还是不开门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最后一次。我现在就去把他的家，呵呵，再敲一敲门，这次他一定会开门的，哈哈哈哈，我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兔子。哦，小兔子，我这次真的是妈妈了，啊，我。我的妈妈说，兔子是吃红萝卜。哼，我要很大声地说，装说什么？好，我们一起说，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不，不开门。哦，好吧，真是一只聪明的小兔子，我走了。噔噔噔噔噔！啊，还好我会说不。小朋友，我刚刚听了小兔子的故事，我就吓了一大跳。还好他有跟大老虎说，说什么？老师听你。对，还好他有跟大老虎说。不，不开门哦！要是他开门，大老虎可能就把他给吃掉了，我会太伤心，你也很伤心吧？哦呀，我们现在假装我们是大老虎，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开。我要进来，不开不开不能开，你是大老虎，不让你进来。这首歌就是说呢，大老虎说，小兔子快点把门开开吧，可是小兔子他知道保护自己，他说不开不开不能开，你是大老虎。一起再来唱吧。
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不能开，你是大老虎，不让你进来。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不能开，你是大老虎，不让你进来。小朋友，你在家的时候也可以跟爸爸妈妈唱这首歌哦。可以爸爸妈妈当大老虎，然后呢你当小兔子，也可以你当小兔子，爸爸妈妈当大老虎。那现在我们再来唱一次，林老师当大老虎，你当小兔子，好不好？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小朋友换你唱，你说不开不开不能开，你是大老虎，不让你进来。好棒，今天我要请我的小帮手出来。哈， Joseph 来帮我们读我们的故事书哦。你有这本 I Love Chinese Reading Booklet， 你也一起来练习吧。好， Joseph 来读吧。不好了，有人玩刀，不要玩刀。不好了，有人玩火，不要玩火。不好了，有人不见了，在大花生下。今天老师请我的小帮手，小帮手请出来。呼，小帮手叫什么名字？ Joseph。 Joseph 请你拿着我们的牌子，这是我们这个盒子的手工，这个字大声跟林老师说好。这个是不好， No。 好， OK。 那好， Joseph 拿着，林老师现在要我要讲一些东西，如果是好，你就把好拿出来，如果是不好，就把不好举出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练习，可能会有一点 silly 哦。你也可以把你的牌子拿出来一起玩。小朋友，我们每天吃100个糖果，好不好？不如。Joseph 说不好，对，不好。我再想一个啊，小朋友，我们每天都不要睡觉，一直玩，好不好？啊 ，Joseph 呢？不好，对，这样不好，太累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林老师再想一想，我知道了。小朋友，我们每天都不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好不好？哦，我看 Joseph 拿了，不好。对，我们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好吧？你们拍拍手，也给 Joseph 拍拍手，谢谢 Joseph， 再见。现在老师要告诉你们一些不的词。有时候呢，不放在一个词的前面，它的声音会变成不，不是林老师放屁咯，跟老师说不见 ，It's missing, gone。跟老师再说一次，不见。好，来 ，Joseph 来表演不见是什么 ？Joseph， 请你过来。好，老师说不见，你就不见咯，不见。它不见了。再来，我们看下一个词是不要，那就是 no， 不要。
No. 再一个词呢是、哦、不知道。I don't know. 不知道。再来还有、哦、不好。Not good. 比如说我们打人好不好？不好。Not good. 好，小朋友好棒哦！现在我们可以来听故事了。哇，这是小鸡妙妙，我才不要呢！它好有，你看它的头有好几个不哦，你看，不，不，不 ，no no no。为什么他一直说不？我们来看看吧。妙妙的妈妈说：“妙妙，吃饭了。”有时候，妙妙是超人，超人需要吃饭吗？答案当然是不。我是超人，妙妙啊，把报纸拿来给爸爸好吗？有时候，妙妙是石头，石头会自己移动吗？答案当然是，小朋友你会讲，一起讲，不。他正在看电视。妙妙，把地上的玩具收好。有时候，妙妙是玩具，玩具会做家事吗？答案当然是。大声一起跟林老师说，不。哇，你看妙妙好多玩具哦，有熊熊哎，有车车，哇，还有你看以前十二月的 I Love Chinese Box 的那个 Rubik's Cube 哎，好好玩哦。哟，妙妙洗澡喽。有时候妙妙是船长，船长需要洗澡吗？答案当然是不。我是船长，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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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妙妙，该睡觉了。有时候，妙妙是马戏团里最受欢迎的小丑。小丑能这么早睡觉吗？答案当然是不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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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还要玩。每次大声又洪亮说不的时候，妙妙都觉得自己好神奇。哇，他小朋友你看，他说好多不哦，我们一起来看几个不，来一起讲，老师指你就说哈，来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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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。啊，妈妈他们都，爸爸也都，啊，听了好伤心哦。直到有一天，妙妙突然发觉事情变得不对劲。妈妈，做布丁给我吃好不好？妈妈说什么呢？妈妈说，不。爸爸，陪我去踢球吧。爸爸说什么呢？爸爸说不。哦，
哦，他们出去逛街的时候，妙妙看到他好喜欢的玩具哦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想要。”妈妈说了什么呢？妈妈说了好大声的，不。啊，我们一起去超市逛街吧，走吧。哦，你猜，爸爸妈妈都说什么？他们都说不不。我们了吗？因为你以前整天都对我们说不不不啊，真的吗？哦，原来爸爸妈妈听到我说不的时候也和我一样会难过，爸爸妈妈两个人的难过加在一起，一定比我一个人的难过还要更难过。哦，我错了。妙妙，去门口帮爸爸拿信好吗？好。其实超人最喜欢帮助别人的。妙妙，妈妈烤了蛋糕给你吃。妈妈，谢谢您。优秀的船长都是非常有礼貌的。马戏团里的小丑每次表演结束之后都会整理好自己的东西。哇，东西真的是又多又乱啊。我会收拾好的，嘿呼嘿哈呼巴咕，哈哈，看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啊，原来大声又洪亮地说好比说不更神气，而且听到的人都会很开心，因为妙妙爱爸爸，妙妙也爱妈妈。我爱你，哎，爸爸。哦，小朋友你看，妙妙她本来都说不，可是呢，他后来就学会说什么？学会说好。你呢，小朋友，爸爸妈妈叫你的时候，你都说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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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还是你会说好呢？啊，我们现在再来唱一次歌，林老师下一次再跟你一起上课喽。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，不开不开不能开，你是大老虎不让你进来。小朋友来，老师拿这个，老师要哼拿出来，你看是什么字你就可以讲啊，大声讲来，这是不好，很棒，这个是好，好，我们下次见。